一串串青香蕉特别严选，上等品质得先个别将表皮脏物清洗干净，才能装箱出货。 香蕉礼盒堆成小山，利用堆高机装进货柜，上头包装印着日文片假名 “banana”。 原来这整货柜的香蕉是要出口外销到日本、东京以及长野，但不止香蕉，高雄这一整年外销农产品从凤梨、莲雾到凤梨或芭乐都创下历年新纪录。我们卖外销的水果，去年是2亿1000万，今年我任内已经到了6亿3000万，这不是豁出去吗？水产品。 就是养殖的鱼外销，比去年最少增长2.22%，货出去成长了1.8%到1.2%。高雄市农业局统计，去年凤梨同期外销2668吨，今年破6000吨；莲雾160吨，今年比去年多2倍。香蕉去年843吨，今年1200多公吨；蜜枣跟芭乐也都有显著外销成长。全部加总起来，今年一到十月的外销规模是去年的近2倍。那我们今年从市长三月签约之后，到了今年的十月，我们 整体的出货的金额已经来到了6亿3000万，那我们总外销的吨数达到了13000多吨，那整个的产值的是对比去年同期来讲，已经高达191%的高成长。 韩国瑜先前出访拼订单，现在成果丰硕。农产品 MOU 目标25亿多，已经完成6亿3000万元，出货吨数高达13000多公吨。就算是韩国瑜这段时间拼国政，但高雄市各局处依旧帮韩国瑜把关市政，努力实践货出去人进来，让韩国瑜代职参选没落亏。记者梁嘉文高雄报道。